报告，进来。杨老师，您找我。星辰啊，你上个学期期末的成绩还是不错的，怎么到了这个学期成绩又往下又掉了？可能之前呢，是因为你和班长同桌，多少有些帮助，到现在呢，你和洛青哥、张浩天坐在一起，上课净剩下说小话了。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 老师知道你是个独立自强的好孩子，可是你父母不在身边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你就更自由散漫一些，所以老师才要更加督促你啊。剩下这一年真的非常的关键，你必须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，你总要为自己的未来好好想一想啊。好的，杨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有时间的时候呢，去高三的楼道看一下。 感受一下高三备考的气氛。谢谢杨老师，我先走了。报告，老师你找我。老师，你找我。你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之前就留过一级，到了现在这个班，起码我们应该好好学习，对不对？ 是的，高三年级这么安静。林晨，看什么呢？嘘。哎，啊？那个，刚刚老师找你说什么了？也是因为学习的事儿吗？哎呀，就说我留过级，让我好好学习，珍惜现在的时光。哎呀，就是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。你真的留过级啊？对呀。 不然为什么让你叫我哥呢？那，你因为什么留级啊？因为学习太差了。我不信，那可是物理能考95分的人。哎，对了，周末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。不去了，我刚答应杨老师，我可要好好学习。我跟你说，保证你去了以后流连忘返，对学习充满了干劲儿。是吗？ 真的，走，吃零食。走。林星辰，你周末有事吗？周末见。 不要爽约啊！啊，哦，哎，再说吧。
班长，你刚刚要说什么来着？没什么。一白，一起去上物理课吧。走啊。干嘛嘛？撒狗粮，还要提醒我一下。慢点儿。陈一木，打起精神来，收起你的小性子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回去吧。陈一木，还生气呢？没有啊，大哥，我可是被你薅了一拳，我现在打喷嚏都疼的。对不起啊。行了吧你，啊，小孩儿。亲哥的事儿，你私下怎么找我算账都行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在篮球场上，你是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，拿出你的态度，别给大家看笑话。抱歉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。谢谢啊。郑长天，我不是都说了不去了吗？作业写了几道题啊？走，跟我去兜风。我说，你这是电动车还是摩托车呀？你能开上路吗？我已经18岁了，C1驾照啊，汽车我都还能开，别说这一个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快点来拿着。哎呀，上车。哎呦，坐稳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车可不比自行车。抓稳了啊！哦，走，那你抓紧，走了。哦，到了，下车。嗯。这就是我周末和假期兼职的地方，我堂哥的修理厂，怎么样？怪不得你仓库里都是修汽车的零件，看来你还真的热爱修汽车啊！什么叫热爱修汽车？是热爱汽车好吧？在这儿偶尔还能碰到改装车呢。哎，我堂哥，哥，带昊天来了。哎，哟，怎么还带同学来了？怎么把同学带这儿来了？乱七八糟都是油，哪有？哎，都渴了吧？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谢谢哥哥。这就是我堂哥。哥哥好，我是他同学。你就是林星辰吧？哎，哥哥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的？那能不知道吗？前段时间你生日，昊天为了给你买礼物，在我这儿当了一个月的苦力呢。看你说的，像我平时没来一样。你平常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哪有那么积极啊？林同学。昊天在学校没少抄你作业吧？嗯，还老让我帮他写作业呢。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那个哥，你忙吧，
我跟他去外边逛逛。啊，每回一说你就打马虎眼。去吧，嗯，注意安全啊。好好好。那哥哥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得了，没事常来玩啊。嗯。哎，不过这旁边有什么好玩的？有最刺激的项目。走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买菜去啊？对呀。哎，怎么没看星星帮你啊？我家星星啊，跟同学玩去了。哦，是这样是吧？哎，今天菜场人很多，你慢着点啊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和同学出去玩了。怎么样，心情舒服多了吗？嗯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去疯狂的开一场沙滩车，再爬到这儿来看看江城的风景，然后再对着下面大喊，让那些不开心的都见鬼去吧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爽了呀。要不你也试试。我不要，感觉好傻呀。切，你喊不喊你都傻。张浩天，你才傻呢！哎，哇，真的也太美了吧！对了，张浩天，嗯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汽车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那种飞驰的感觉，很自由，而且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赛车手，开着我的车走遍世界各地。听起来好棒哦。你呢？我还没想过呢。如果现在想的话，我的梦想是写小说，成为一个名扬天下、拥有无数粉丝的作者，去全国各地看美丽的星星。那行吧，我的车后排给你预留个位置。嗯。啊。张浩天。嗯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想帮我树立信心，让我重新振作起来。你这样说吧，也行。一定要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。那我也要好好学习，和你考上一样的大学。你怎么跟我的回声似的呀？走吧，太阳都要下山了。嗯，走啦。张浩天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。没事儿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上去了。你回去注意安全。嗯。哎，那个凌晨。嗯。没事儿，回去早点睡吧啊。嗯。走啦。拜拜。拜拜。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陪林星辰去散散心，重拾对生活的信心，忘掉一些不开心的人和事儿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张昊天，林星辰这两天学习成绩越来越差，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玩。说的像跟你在一起就会好一样。陆一白，大家都是爷们儿，能不能敞亮一点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最看不惯你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你要是在乎他，就不要去招惹别人；你要是不在乎呢，就离他远一点。我和林星辰发生了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也对，确实不关我什么事儿。全世界在乎他的不止你一个。他要是不开心了，我就得管。加油，学习才是正经事。全世界在乎他的不止你一个。他要是不开心了，我就得管。我来帮你吧。还是我来吧。没关系啊，今天我也值日。好。凌晨。去不去小卖部？不去了，我要学习。下课十分钟，你学什么呀？学这个时间就应该出去吸吸氧，补充一点能量，下节课才不会困。走不走？不走。走。不去。走，跟我去买点吃的。考试官网报名今天就截止了，你报了吗？报了。那就好，那一起去英国考试的话，一起订机票吧。可以啊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考上了的话，还在国内念高三吗？应该不念了吧。我也会留在那儿的，加油。张昊天，BMAT 是什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世界各地的高中生
去读英国大学的医学专业的入门考试。那个，你还吃吗？不吃了。哎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去厕所了。难道真的要再见了吗？星辰啊，你有没有觉得，人一旦没有了动力，就像天上的云朵，轻飘飘，随风而来，随风而去。多吃一点吧。什么多吃一点？多吃一点，你就不会感觉到轻了呀。林星辰，你现在跟谁学的？这么贫嘴了。还是老师说的对啊。人和人就像两条线，相交过之后就会渐行渐远。可是我觉得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瞬间，只要这两条线重合过，那么无论多久，都不会被忘记。是吗？那不会忘记又能怎么样呢？得不到的终究是执念啊。可是人就是要有难忘的记忆而变得坚强，这就是所谓的成长啊。深刻，走吧，那我们回班吧。走，我不参加高考了，下周准备去巴黎，准备在那儿学习一年法语之后，再报考那儿的巴黎舞蹈学院。啊，是吗？挺好的，这是你从小的梦想，恭喜你啊。那个，你走。我就不送了，如果过得不开心，就回来。放弃走了？我知道了，他们这是在告别啊。方琦学长，你找我？你不是快高考了吗？我来问问你，给你补充点能量。谢谢，但真不用了。我是作为你的头号粉丝，为你高考加油。青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真的不用这样。学长，你不用有任何负担，拿着吧。以后我每天都会给你送的。喂。
了，青哥哥，你去找方琦了吗？他跟丁仪到底怎么了？我没问，但我感觉他俩也没戏。看来都是同道中人。佛曰：人有八苦，求而不得，乃苦中之苦啊！太得了吧，走吧，再苦也没有我吃不上红烧肉之苦。走吗？刚好啊，今天的菜。谢谢阿姨。够吗？阿姨，给我来个这个。啊，好，这个啊。哎，多盛点儿，我吃不饱。啊。师傅，我要一份红烧肉。没有了，只有西红柿炒鸡蛋。啊？那就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女神。减肥啊？对啊。啊，好。哎，班长，坐这儿。哎，你坐这儿，班长，我坐这儿。Hello。食堂这么大，没地儿坐了。对啊。林晨，来，看把你最近瘦的，吃个红烧肉。我不吃，我减肥，亲哥哥吃吧。哎，刚才猪说想吃红烧肉。不，在课本里的书签，记着遇见你那天，被落叶铺满的校园，藏着很深的思念。课桌上摆放的沙漏，藏着幸福的瞬间。当阳光洒进了教室，看你慢慢红了脸。时光。